哦，即马要回程嘉义，哦，拄啊记录，你到处阁小我带数者，原底是敢15.9啦，即马15.6，一点，我迄落114公里，好，出发。车顶咯，啊，可能袂过，这细条的红绿灯足紧。对，仁武交流道国道3号，啊，红灯咯，袂过，啊，激动，像激动较上瘾。哦，车顶咯。哦，安尼喂。向左。前方600公尺，平面道路，限速400公尺。在600公尺处，向左转上匝道，250公尺。这嘛免开导航啦，这拢知影路的，拄下来嘛无用导航。向左转上匝道。高速公路，国道3号高速公路啊，这是新的路啦。国道10号高速公路往东，起来。同款，即届无寒咧，同款定95好啊啦，差十，先定95好啊啦，啊上班则开，确定100啦。95公里，伊这有累计的啦，所以即马一公升烧15.4啊，啊我安尼看来回拢是定速95，看卖啊等于伊油耗时间我都到20，呵呵，还是17、18，呵。等下到位才去看卖。哦，这段车嘛真多。国道十号这段其实拢足济啦，我大概也当来吼。对，国道3号接起来了，国道3号接10号，滴滴咖迄个要接国道1号，其实车拢足济，这段拢足济车啊。变噪大声，右线变噪大声，交流道对，其实台22啦，佮加种线到46，我
我一开始走这种的吼，拢会走唔对的。十号拄做好的时，迄阵啊要等于家己吼，迄阵啊搁带高雄的，我记得是搁带高雄的，遐要等于家己的时吼，拢会走唔对的。袂记对带迄落啦，落靠遐还袂到，唔是接三号的，搁爬起来。啊，无就是安怎会知哦？等下爱接三号爱落来，结果我阁袂记落，阁直直开，靠腰，结果走啊国道十号的迄种末端，机加机山的款，阁爬倒当来，足接的。前路袂记，拢直直开啊！岔路处继续靠左。拢伊开到尾啊！啊那无啊？开到过头，靠，还阁趴倒当来，足接的。